找神，找神，找邊個阿神啊？瞓唔著，所以睇我直播，一定係等緊我開 music break。冇咗你個拍檔，我拍檔翻咗去瞓覺啦。又喺得人呢度，我特別鳴謝佢噶，佢能夠為大家帶嚟一個咁好嘅視覺體驗，俾我咁靚嘅場大家睇，係咪？登勤幾時會再亮相？要睇佢嘅意願喎。開完 live 之後係咪打死佢 studio 嗰日？唔係，翻登勤屋企。你哋真係咧，今晚有乜好歌先？今晚有好歌啊！咁正得唔得㗎？得㗎，唱洪家豪嘅《逆時車站》。想倒退，重回遇見你的車站，去求得孤單，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？逆時於一瞬間，我們未散。滿唔滿意啊，各位老細？係，有一個人係晏晝嘅一點半，我星期二和五都不用翻，所以我才有得做這個 music break。 因為呢，原來加拿大呢是沒有看 TVB 的 live 的，如果那些加拿大人想看 TVB 那怎麼辦？我現在呢就有這個特別的 TVB Anywhere， 所以就可以看到這個 TVB live。 這個是我的早餐來的。 Anyway， 我煎了一隻蛋，今天呢是煮了這個泡菜炒飯，跟住仲有啲雞胸，跟住仲有啲雀瓜，因為我中意食雀瓜同埋我中意食雞胸，咁我就唔想淨係食泡菜炒飯咁 dry。我哋咧而家就唱一句呢、這、一個天荒地老，流連在摩天輪，在高處凝望世界流動，失落之處。仍然会笑着哭，人间的跌宕，默默认输。对于未来的事真的没人会知道的。你要相信就是你现在想未来是怎样就会怎样。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，即我觉得是可以令到你有方向和继续行 的方法。好，我唔記得歌詞啦，咁所以唱到呢度啦嚇。Hello， 我依家喺新界啊。今晚我將 studio 啲嘢搬咗翻屋企。我想話我頭先食咗個榴蓮 pancake， 榴蓮 pancake 好食啦，不過一定要雪咗落雪櫃一陣先至好食。如果唔係咧，你暖暖地食咧有啲奇怪。PBD456 係為咗嚟睇我，多謝。係咪為咗深夜直播而化妝？其實是會不會考慮不化妝做直播啊？我怕我落妝會嚇親大家。試下素顏好嗎？真嗎？真？要看我素顏嗎？ VV 素顏都咁靚，阿 Jan， 你幾可愛，所以睇你俾心機。Thank you。係咪因為我嘅兔仔牙呢？Just a little magic。頭先咧又睇多一次咧 ，Gigi 唱呢個 Little Magic 真係超正，尤其是佢嗰啲長腿。咁我就唱一水兩方俾大家聽啦。一水像冷風分隔，好好一個家，但是誰又捨得自拿？你許是為回去吧，不需要害怕，別遺忘了在這邊留著家的記掛。Yeah! 大家好啊，我是星星 Rabbit 啊。其实有很多问题环绕住个兔仔头，我好想问咯、啊。问咧，其实那个兔仔咧，我第一次见咧，其实系喺戏院见咯。因为睇戏之前可能就见到我哋嗰、那个trailer 啦，咁样可能会认识咗嗰个 icon 咯。大家见到我后面呢一个星星兔。頭套啦，咁其實佢係一盞燈嚟嘅，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咧，話説係我第一首嘅作品係一個二次創作，我當時就即係想大家 focus 喺我嗰個 music 嗰度啦，咁所以咧我就叫咗我個 designer 咧就諗計啦，跟住佢就設計咗呢個兔仔頭，即
即係你戴咗個燈罩喺個頭度啦，戴咗成日咧個膊頭係會有啲痛嘅。咁後來咧，我哋就入邊有個頭盔戴住啦，咁就唔會頂住個膊頭，跟住同埋個鼻咧就會睇到出邊。哦，咁今年我就同 Kelly 陳慧琳咧推出咗一首歌叫做《The Day When We Fall in Love》啦。啊，首先呢個 MV 要恭喜你先啦，因為我哋系咯，赢咗一个国际级嘅奖项啊！好开心啊，真系。其实 Kelly 俾咗啲 inspiration， 我系讲佢外星人嚟嘅。咁我就创作咗一个古仔咧，就关于星原族嘅嗰啲 background 要好劲啦，即系同埋要科幻啦。后来就发现咧，原来我哋香港咧都有 XL Studio， 好 lucky 啦，就佢哋 sponsor 咗我哋今次呢个 MV 啦。咁所以系花咗過百萬的一個 music video 嚟噶，我哋前期的 preparation 好耐啦。首先我哋又花了幾個月去 prep 啦。咁我哋其實用一個很大的 LED wall 去做嗰啲虛擬實景嘅。咁嗰啲虛擬實景就要 build 出嚟嘅。咁然後亦都要喺入邊都要打燈，跟住咧我哋亦都要將一啲現實有的 props scan 埋入去嗰個虛擬實景入面咁樣啦，彩排咗四日啦，然後我哋又夾雜住咗有實景，我哋真係去咗沙漠嗰度拍，有幾個 shot。銀川啊，係喺上海附近嘅一個地方。搞了成年才拍到这个 MV， 更加希望可以将它变成将来变成一个电影。其实这个 MV 是绝对有电影的感觉在这里，我自己都看过好几次。好了，我逼大家听我唱完歌才准备睡觉。She had a pretty face, but she had a rubber space. She needed to come back down to earth. Yeah， 好了，我逼完你听我唱歌了。大家好啊，穿住件送禮 T， 嘿，冇錯啊！其實原本咧，我諗過著即係著睡衣，再 casual 啲咁見大家好咧，但係唉，算啦，都係冇。咁咧，適逢我今日又諗唔到著啲乜嘢啦，咁我就換咗件 Once in a Blue Moon 嘅 T-shirt 啦。係呢個就係嗰啲賣家秀咯。咁其實咧，大家應該開咗學噶咯喎，係有啲好奇大家嘅開學如何呢？Cleo 話好驚，唔使驚嘅。新學年係一個新開始，新開始咧係認識一啲新朋友，遇到一啲新挑戰，學到更多新嘅嘢，係啦。所以大家都係重新嚟過嘅啫，係唔需要害怕噶。感謝你，說話温暖的傳道人。我唔知道我係咪傳道人啦，但係希望我對一啲歌曲嘅感覺咧都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咯。而且可能大家都會有啲嘅感受，或者可能因為聽咗呢啲說話去嘗試explore 多啲嘅歌，咁就好啦。簡單唱下啦。所以就參加了這個其中一次 Venus 主持的 IG Live 啦，咁見到大家好踴躍咁去答問題喎，咁其中有個朋友咧叫做 Carrie 啦，咁佢就答對咗好多次問題嘅，咁所以咧我就嗰日嘅 Live 上面我係應承咗佢，一定要送一份大禮物俾佢嘅，咁呢份大禮物咧我就準備好啦，就係咧
我攞嚟借花景月嘅啫，咁咧都係我自己新收到一份禮物啦，就係 Lulu 豬嘅呢一個頸枕啦。點解會送呢個頸枕出去呢？因為我首新歌叫做《明天地圖》啦，咁希望咧喺依個而家可以隨意去旅行嘅日子咧，你都可以拎住依一個頸枕咧，周圍去旅行，寫屬於自己嘅明天地圖啦。咁啊，大家記得都要多多支持 Music Week 啦。係1:30。多謝大家今日參與。係啦，咁啊，除咗我禮拜一之外咧，禮拜二、三、四、五咧都有唔同主持嘅。我哋約埋再玩啦，我哋。我哋下次 check 啦，拜拜。深夜1:30 ，music break 啦。咁啊，希望下次可以繼續見到你支持呢個節目啦，拜拜。多謝你今日陪我聽歌，想隨時重温就記得 follow TVB 綜藝嘅 YouTube、Facebook， 仲有 TVB Variety 同埋 Music Break Official 嘅 IG 啊。